PS 技巧指如何打造唯美小资色调。有时候照片的取景刚刚好，只是颜色上欠缺了唯美的感觉。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来教大家如何用 PS 软件打造唯美小资的色调。你将需要电脑 Photoshop 软件，一张风景图片。第一步，打开图片。复制图层，打开图像菜单，选择应用图像，通道选择红，混合为绿色。第二步，打开图像菜单，选择模式 CMYK 颜色，选择不拼合。第三步，切换到通道面板，选中黄色通道，按下 Ctrl 加 A 键全选，然后按下 Ctrl 加 C 键复制，再选中洋红通道，按下 Ctrl 加 V 键粘贴，然后点击 CMYK 通道，使颜色全部显示，看到初步效果。第四步，回到图层面板，新建可选颜色，调整图层。红色选项下的各颜色数值为-22、-12、-5、-35。青色选项下的数值为-67、-100、-33、0。小提示，唯美风格的照片颜色大多用浅蓝、橙黄和偏红色表现，所以要用可选颜色对这些部分进行细节调整。第五步，新建色彩平衡调整图层，色阶数值为-21、-8、0。再新建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，将饱和度提高到-30左右。第六步，按下 Ctrl 加 Shift 加 Alt 加 E 键盖印可见图层，将图层模式改为 RGB 颜色，选择确定。第七步，复制图层，执行应用图像命令。通道为蓝，混合为绿色，不透明度30%。唯美色调就打造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屏幕上显示的图像是用 RGB 模式表现的，而在印刷品上看到的图像是用 CMYK 模式表现的。